是元宵节哦。当然，讲到花灯就想到云林北港，讲到云林北港就想到花灯。当然呢，来到云林，来到北港，也一定要来到我们北港朝天宫。好的，天中天再一次，好不好？来，中天再一次，谢谢中天。所有的乡亲和朋友来到阮的观音观北港，到天宫来看花灯、拜妈祖，啊，甚至呢吼，行行搭搭吼，啊，咱有真侪足好食的物件，会当介绍予咱所有乡亲和朋友。啊，这边的花灯吼，咱是以诸事幸福为主题。今年是猪年嘛哈，那我们有很多跟于这个主题哈造景有关系的哈啊，包括很多的这些动物的造型哈，都可以呈现给大家。那东西哈，阮北港吼已经这脸书了哈，啊脸书的这艺伎哈都非常的高超，非常的棒哈。那他们呢哈结合很多的创意哦啊，在我们整个主题灯的这个附近呢哈，做了很多的这些造景啊，欢迎大家一起来欣赏。那当然除了我们的这个观光大桥的主题区之外呢哈，那还有水道这个水道头哈，水道头区的这个灯区的哈，那还有就是巷弄的灯区，那再加上就是我们所有人在地的美食啊，相信如果来到北港呢走一趟的话，你就一定会收获满满，欢迎大家哈。马上就到了哈，大林哥们，元宵节哈，真是难的哈，我们看到收礼的礼也很贵了哈，我们这样一个晚会。请灯仪式，正式启动北港灯会啊！刚刚现场，笑场赞啦！好，接着的眼神给我们左边的那位，诸事幸福的限量造型小提灯。